S1 出身的宫胁孝良和精彩原领军的 LESELAFIN 出道以来一直都是话题满满，在争议成员金佳兰暂停活动后，团体以五人之姿继续打歌，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气势，网友们反而更喜欢五人体的他们。在上周的打歌舞台中，粉丝应援歌曲时直接跳过了金佳兰的名字。希望可以一直维持五人组排队型，也不会有人被挡到。现在的五人一看就很和谐啊。